Welcome to KK Channel. Banana. Good morning. YouTube channel 好久不见啦，然后呢，今天其实拍这个影片的目的呢，就是要让因为我最近也是开始有一点点自己的小创业嘛，因为呢大家的要求，所以呢我就来拍一集，就是跟乔乔啊在家的一些日常啦。一点货，这个牌子呢是乔乔从小吃到大的 Mommy Chef 姜鱼仔粉和纯干贝粉，所以等一下呢我就会加入料理里面哦。今天要做一道简单的宝宝番茄意面，将番茄烫水去皮切碎，准备的材料有虾仁、洋葱、肉碎、胡萝卜，还有一些新鲜蔬菜，还有乔乔最爱的动物 pasta。 先将意面煮个八分熟，爆香洋葱，加入肉碎，还有胡萝卜和虾仁，最后再加入番茄碎，加少许的水，再放上蔬菜。要好的时候呢，就放上这一个来自 Mommy Chef 的纯干贝粉，我是会用这个一小匙的这个汤匙去放一汤匙这样子。在宝宝的辅食里面添加天然的调味粉，不仅能提鲜让食物变得美味，同时也能让宝宝摄取更多的营养哦。然后呢，将刚刚煮到八分熟的意面添加进来，这样子呢意面就能吸收到汤汁的味道啦。锵锵，这就是依据我家宝宝的口味改良的番茄意面啦。真的有太多太多的宝宝辅食粉了，而我呢选择了 Mommy Chef， 因为呢他们都是 100% 纯天然制成的，而且呢从捕捞啊到烘干制成粉呢都是他们有严格把关的哦，绝对呢可以安心的给宝宝吃。他们家呢有这个干贝粉跟姜鱼仔粉，我都是很喜欢，尤其是姜鱼仔。其实呢姜鱼仔小小只的，但是营养成分却很高，姜鱼仔添加在宝宝的辅食里面呢可以就是促进他们钙质的吸收哦。而且 Mommy Chef 的姜鱼仔呢都是选择优质姜鱼仔，然后啊进行去除内脏清洗风干，低温风干，然后磨粉。姜鱼仔小小只的，它竟然有很多的营养在里面，比如说蛋白质、脂肪、维生素、各种氨基酸、DHA、EPA 等等等。所以呢，宝爸宝妈们呢，可以在宝宝的食物里面呢，添加一些辅食调味粉，这样子呢，不仅能让这个食物增添一点味道，而且呢，还吃得更加营养哦。OK 呢，通常呢，在得他的午餐过后呢，我就要开始继续要包货啦。因为其实呢每天晚上我吃完晚餐啊，就是set掉了一切过后呢我就有空的时候我就会包货，然后有时候就要订货啊打订单啊等等等，回复信息啊那一些的。所以呢通常下午的时段呢我都会在包货啊，如果他没有睡的话呢他就做他自己东西了，跑来跑去啊，玩他的书啊，玩他的玩具啊，然后我就负责包我的货这样子。
保护的时候呢，他就自己玩，自己看书。你看他现在在干嘛？哟，你看小熊啊！耶，下午茶时间了，坐这边吃呢。就 provide 他一些水果零食啊，然后我就继续的去回复我的信息，把我的货，然后他就现在他的看戏时间，耶！今天的包裹终于都包好了，看这个人，你要挤在这个包裹堆中间。暂时的告一段落啦，我也不想要继续的拍到晚上去，因为真的太长了，而且晚上的任务呢也是一样，继续的包货啦，煮东西给乔乔吃啦，回复信息之类的，就是一直 repeat 吧。现在就娱乐时间真的是变得超少的，对，然后现在又疫情关系没办法出门，然后呢都只能待在家或者去公园散散步这样子啊。如果你们想要拍什么样类型的影片呢，都可以留言告诉我哦，我会尽量的抽时间拍给大家看。喜欢的话呢，记得按赞还有分享，然后别忘了要 subscribe 我的 channel， 还有订阅我的 Instagram， 还有巧巧的 Instagram。我们下个影片见，拜拜。影片结束之前，如果你们想要购买100%纯天然无添加无防腐剂的姜鱼仔粉或者是纯干贝粉，都可以到 Mommy Chef 的 Instagram 或者是 Facebook， 你们也可以到影片下方的资讯栏点击连接哦。